那个东西一念不忘，永远照内。蔡堆前部长代表慈济跟何日升，上上个月吧，不是又折耳，我已经再跟他讲一次了，还要怎样？那一块地留着何必盖呢？急着在那边跟人家争什么嘛？我就说慈济多一块那个建起来，对慈济的好处是什么？为什么那么看不开？你等到全部那些不应该开的地都开放了，你再去开好了嘛？啊，你急要死啊！啊，慈济的一个遐大啊，啊，你干那硬要硬要去地，要硬要去建，要去建。我知道那些都是一些。对不起哦，我讲比较粗鲁一点，火腿是在剖那个法师的。法师的意思。法师的那个意思讲起来，当然他不会啊，一切都很好啊。其实是因为他呈现了一种沙文意识出来啦，让下面的人不敢违背了。对不起哦，我只是讲实话，我真希望直接跟他说。因为第三次的时候我几乎跟他吵架 啊所以他们那个像慈济大学的那个王校长就很讨厌我啊，因为我怎么可以这样，全部的人大家都是跪在那边，怎么可以我不甩呢？那个本来就不正常啊。还有什么？那我看多了，那更离谱的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讲了。说真的，他实在好的不得了了。但是呢，呀，如果你直接问我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也跟他们讲啊，蔡堆跟那个何日升，我说你如果自缓而不说，现在内湖的也符合法规，也符合，你们也在做对的事，就干了、啊，怕他什么？环保团体算老几？你就做啊，啊不要硬要做，然后又要人家全部讲你好话，那个就太沙文了，啊，这也是沙文的解释嘿。那才不是佛教，他是。是一种慈善事业。你看看哦，楞严法师也是应顺法师的徒弟吧，但他没有传法给他。当然我不应该这样讲啊，哦，他只是当时要剃度的时候恰好就有那么个因缘嘛。但是各个法门走的讲的内容是基本，虽然法是同一的啦，哦，但是还是区别的东西太大了，哦，你要知道哦，像应顺法师在前世菩萨连起心动念犯戒都叫犯罪，即使没有行为哦。可是呢，就积极来说呢，应顺法师说菩萨要敢杀敢盗敢淫敢妄语，什么意思啊？善是有小善小恶，大善大恶。那个佛陀的故事不是有一个吗？他那个佛陀在一个商人里面知道一个强盗要把全部人都杀死吗？那他怎样？他就起来杀掉那个强盗。那他杀人呢？有没有犯罪？有啊。那他犯罪了，那我就去接受轮回的惩处啊，我就下地狱啊。那个是怎么样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啊，那不是说我今天我杀人是不对啊，我们怎么样都不可以杀人，那然后你就让前传的人，让那个强盗把前传都杀掉，那个就不叫菩萨，而是勇于承担啊。那我告诉你好了，我就公开这样呼吁正言法师把内湖的事情按下来就好了，不要再吵了，已经吵了四五年了，十几年就是从我开始，就是找我去，他以为用我去嘟一嘟，
哦，那偏偏啊，那个在吵的那个反他们的，就是那个我一个学生叫廖本前廖教授。然后我就跟廖教授讲一下以后，我发现他非常坚决，而且越来越凶。我总不能跟他讲说，文传啊，你把看我的面子啊，好人一下看下来，你赞成我这样做吗？我直接告诉你好了，上人直接亲口讲的，做环保是一个途径，不是目的。一个过程，因为他在二十二年前，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，是恰好是他二十二年前开始做环保的同一天嘛，同一天我去他那里。我不会说哎呀我怎么跟人家比什么 No， 如果那样的话你们今天来这里都是王八蛋，都是天道，都是习说，没有哪一回事。我告诉各位，实际的证严法师绝对有那种心，有那种雅量，是真的要实践佛法。可是今天形成庞大的机制之后，要去管理，要去弄什么，就有一大堆素食的东西告诉你不得不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有一天是这样形容他嘛，在众人那种之下啊，我看他绝对的孤独。他现在是很辛苦，非常辛苦。你知道，看戏的想要刷戏，看戏的不愿放。哎，我要谈这个，怎么谈那个啊？你要问我这个 ，OK？ 来，你问问题要引导我啊，很好。那任何人就应该接受任何的考验。你要知道，在1990年，我们那个时候在从事环境运动里面就碰到，你看看，在佛教里面，应顺导师，导师就是大家对他推崇啊，讲法师，大家都是法师嘛。所以就特别给他一个名词啊，啊，如果呢，那个我一开始去我就不大会这样讲，上人上人啊，你上人，难道我是下人？冲下不会，那只是一个尊称，来自真正内心前进。我叫你下人，也不代表我就比别人对你更不恭敬，恰好相反，搞不好我还是真正的，至少我还不会那么恶心的假装去说我在尊敬你。起码很难不是嘛，是人以假不以真嘛。你接触实际上人，你就会感受到他真的有那，而且是彻彻底底以身作则啊，是了不起的人。那至于什么团体，乃至于说现在这种内湖案件，真的莫名其妙，那个早就应该就是随顺因缘就好了。何必 一直在那边惊嘛？来啦，喝一杯咖啡啦，卖个惊啊啦，有没有台湾的广告台词？卖个惊啊啦，饮一杯啊啦，对啊。那个在1990年代呢，我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强调。